Wiggles， 你们有没有想过啊？如果你是一种动物的话，你最想当什么动物呢？袋鼠，我要当一只袋鼠，因为它可以跳得很高，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砰灌篮了。哇、哇，我最想当一只鱼了，因为啊，鱼可以在海面游过来游过去的感觉啊，好自由呢。那我要当一只小鸟，可以在天空飞来飞去的。哦，那你们知道我最想要当什么动物吗？是什么？瓜牛。瓜牛？嗯，因为啊，瓜牛的背上有一个像贝壳一样的窝，只要我想要睡觉的时候，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卷到像贝壳一样的家里面，就可以马上睡觉了。哦。哎，那你们最怕的动物是什么啊？我最怕的动物就是蛇咯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最怕的动物啊，也是蛇哦。因为啊，蛇总是在地面上爬过来爬过去的，尤其啊，当它们吐舌头的时候，蛮恐怖的呢。可是我最怕的动物是熊哎。因为熊它们很高大，当它们站起来的时候比人还高，而且它们的手臂和肩膀又结实又强壮，所以啊，我最害怕的动物就是熊了。熊？我们知道一首和熊有关的歌哎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《熊来了》。Up in the air, stomping, stomping, stomping everywhere. The kangaroo jumps, he jumps so high, he almost touches the sky. The kangaroo jumps so high. Here comes a snake, slithering along. Its body's very long.Slippery snake slithers along. The wombat crawls, crawling, crawling, nose to the ground, crawling, crawling, making lots of sound, crawling, crawling, crawling everywhere. Here comes a bear, stomping, stomping, a very scary